啊，我冻住了。Hello， 中午好，我们现在呢要开启吃饭模式。呱呱，走走，走吃饭。吃了没有？走吃饭。走啊，我吃过了，现在要去闭门会啊，你们现在才吃饭吗？啊，两点才开始呀。一点钟啊，现在已经一点了。在哪边啊？快点，待会来不及。待会那个朋友到现场。这边呢是有一个中餐厅，一个西餐厅。那天晚上巧克力吃的是西餐厅，今天中午呢吃中餐厅。阿姨看一下这里的菜品，反正都是自助餐啊。这边呢是煲仔饭，减肥的人不宜吃米饭。喝点汤可以的，鸡汤还有牛肉汤。这边呢又是大虾汤，海鲜，各种海鲜。这边是一些凉菜，哎，小卤猪，北京烤鸭啊，这边的就比较香了。最爱的还是这样的中餐，四川味，这是符合四川人的。在这边呢有很多糕点，这边呢是甜品站，水果。蛋糕，精致的冰淇淋，果汁儿。餐厅很大，下面还有很多座位。这是我们的第一桌，哈哈。刚刚呢只是一个预热，现在呢才是正餐的开始，哈哈。开吃。虾吃完过后呢，来个饭后水果。听说虾和火龙果同吃的话是会干嘛干嘛呀？是不是真的呀？刚查了一下，说是虾和火龙果一起吃的话，易造成不消化，还有什么虾跟火龙果里面的微量元素会产生一些什么反应？有害物质。刚吃了20多只虾吧，毒死我吧！快送我去医院，中毒了！来，我送你去精神病院，精神病院比较适合你，那里的医院好位置。过分了！好吧，午餐结束，下面去参加课程去了，下午去冲个泳装，要干嘛呢？怎么冷的？怎么的？拜拜。